祖幻剑携铁何在？有哉观不该。来人，开棍！即当日当日，临行即别下库，速行引狼，再次。我就是苏秀英，不是你呀、啊？不，叶老伯已经死了，你临死之前吩咐你将棺木恢复，我已经替你传好了。我的父亲是怎样死？我唔知，我只是奉令将棺材运回，并且转告你这件大事而已，其他拢与我无关。父亲，是不是可以开口？免嫌麻烦，你的看都给你看。可是是素还清的尸体不成，以民凶之，是莫可以亲手素枪。今后苏秀英已经领尊高代将棺木归我，你就遵旧业为官吧。来呀，杨飞，请。我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不喜。父亲，娘子就随你去。啊！罢了，素文金继续，老素秀人也不用。小心留心，以红变素不朽。官为何不及日回？所有蹊跷，众人提高警告。你将棺木炮开，走！就在十九被炮开棺木之际，忽然间一片声响，从地下扑冲几声惊起，从棺木重重云霄，消息不中了。阿文，不用对路，但用对路，为什么要破关事情？我人的代志了，未算欺负。你讲我有什么秘密？第一。你利用创世者被诺布声音控制，故地在文树林内，对上夏日必杀组的成员上密意。夏日必杀组是一个执行正义的组织，却因为你的一句话，让整个组织四分五裂。第二，你向创世者供出数十人被禁令之权。无非是爱伊去丧死，而且你也亲手进入灵水坑，向白魂教宗通风报信，将创世者身份讲回知。你的罪法要向颠覆武林的方向发展。第三，奇怪呀，伊哪知影我有这代志，心思下不尽。然后将伊意外身亡。哼，我就等你讲完第三遍再下手。
要是这样，你不照条件师之行，就由我来收拾你吧。人是不足论寒天物，哼，你是秋水院与金都会共同的敌人，不要阻拦出手，先过阮这关。哟，杀了恁寒天和不足论两个，就会出面来吧。看起来真像，这为什么的生活尽收也是放松，这个动作都没做就为人，看起来是乌鸦文不够好，受环境的观摩，快快训斥一切胡水。这位小阿姨，我听无你的空声，以受环境穿通是极不幸。爱人者，我去。先别混官教，今天与素环境有所关联吗？素环境的环保，因为发生什么变化？素环境的生死之谜，从今揭晓。结果如何？请继续做官，我们的主题。披着公道之创始公人第十集，勇者为王。